好，来，同学，我们现在来开始做哈。在做之前，记住一定要习惯把镜头调成平行投影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别墅哈。来，老师先在这里画一个啊，我们大概比例对就好了。好，先画出一个矩形。好，记住我们底下长一个嘛 ，Ctrl 键啊。好，这边用推的。好，这边把它推出来哈。我们这一次要做的是一个建筑物哈。好，这里用这个偏移啊，稍微把它往我们这里要做窗台。好了之后，好，我们先把它全部选取起来，快速的点三下，点右键转成原件建立。好，再来我们来做楼梯，好，大小先不管它，先把它建立。好，我们做大一点没关系哈。好，转成元件，一定要转成元件哈，点右键，在它上面点右键。好，移动的时候记住从这个角开始点。好，出去了之后记住在还没确定之前按 Ctrl 键一下加。好，它会自动推接贴起这里。好，我再乘以20，不要了，太多了，乘以10就好了。乘以10，好了。记住，我现在只有楼梯选取起来，我利用这个啊比例啊，记住调整从这边啊，这个是整个调整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。好，我这边也可以缩放，好，我的楼梯不要这么大哈。好，我稍微移动一下，好，移动到我要的位置。好，比如这个是我的楼梯哈。好，再来，我这边也要做一个一楼往一楼的楼梯啊。好，我用这个一样大小，先不用管它。好，我现在可以记住一定要打开哦哈。把它往下推，这样子才可以往下推。很多同学在做这里的时候都忘记把元件打开，他就直接在这里做一个了。结果因为这是独立的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做，所以记住一定要把这个元件点两下点开。好，我先大概画一下。好，好了之后，你看我就可以剪下来，好，剪下来之后，这个可以推，这个可以推，哈，好了之后，每一个楼梯应该这个高度都一样嘛，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哈一样用移动的把它移动出来，好，记住我们要加一个，所以 Ctrl 键要点一下，在画面上点一下，确定我要复制出来，记住我这个楼梯的长度会不一样，所以我点右键把它设定成为一。啊，好了之后，我这个要旋转嘛，好，先把它选取起来。啊，出现这个，好，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再啊90度的时候，它会自动贴起。啊，没有可以用输入数值的，好，再点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动了，我现在要对齐这里嘛，好，所以我用这一点。去对齐，有没有？哦，就可以对齐了。好了之后，一样，我先把它打开。哦，我的楼梯好像太长了一点，哈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把这个复制过来。好了之后，好，再往下。啊，这时候我移动的时候是这个点嘛，因为我现在往下，啊。我现在乘以，因为这个不确定，乘以15好了。啊，你做的时候可能每一个都不大一样。啊，好。我现在觉得我这个太厚了。啊，因为我这个等一下要做一个女儿墙的部分。好了，这个啊，把它贴起过来。好，我的楼梯是像这样子。好，可是你要注意哦，我楼梯你去
要对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自己调的哈，所以我现在可以依照我的需求哈，把它往下对齐这个。啊，好了，好，现在楼梯就好了。好，我现在做女儿墙的部分，把它大概点一下。啊啊，糟糕，我也忘记点开元件哈。啊，记住要点开元件。啊，好，这里按 ESC 啊。好，有没有？这就是女儿墙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再来。我现在这边也要做女儿墙。啊，用偏移工具，啊，在这点一下。啊，好了之后，我这里要做一个缺口嘛，楼梯才能进去嘛，哈。我这里把它擦掉。好，把女儿墙做出来。好，现在女儿墙就做出来了哈。好了之后，我现在做楼梯的把手，我这里要用把手来做哈。好，我先把它用这个右侧视图，或是左侧视图啊，看一下，好像是这个哈。好了，注意看哦，我现在在这里要画一条线过来，因为楼梯要跟这个线一样哦。可是你要注意，有的人。哦，我按 ESC， 有的人楼梯的这一条线刚好卡在这，有的人是卡在这里哦。可是它看起来都一样哦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哈。好，所以你先这样子画好，好了之后把这一条线往上移。好，我就把它往上移。好，我这要做把手。好，你看，因为它对，它会靠齐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。啊，我就记住了，要蓝色线或是红色的线，或是那个绿色的线哈。我现在是蓝色的线，哦，对一下，啊，好了，差不多，再来啊，我的这个要让它往要延伸，啊，好，我先不管这个，好了之后，好，我现在这边。好，我的楼梯哈，把手要从这里开始。啊，记住把它连接起来，有没有？好，有时候这样子看一下。好，这里我这里要转弯进去好了。啊，好，我直接插在这边好了啦。啊，所以我这里要给它一个点哦。啊，好。好了之后，你看我擦掉，哎呦没有，所以我这里要画，重新画一次，画过来，好，好，它这里就有一个点了，我现在把它擦掉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这一条线到这里而已，啊，好，再来啊，我现在这里把它擦掉，好，现在是这样子，可是我这里要做成弯的哦，比较好看，啊，这做弯的时候，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。我这里要画一个一样长度的东西哈，好，画上去，所以你要看这里哦，每一个人的单位不大一样哦，比我的把手弯度哈，所以我这是 144.6 嘛，好，我就用取一个整数150，所以这里有一个点的，对不对？这边再画150一样，好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点的哈，再用这个切圆，这里点一下，这里点一下。啊，记住，它只要出现这个蓝色的，就是切圆。好了之后，我把它擦掉。啊，所以你看，我这把手就是呈现弧状的。啊，好了之后，来啊，我现在要做路径跟随啊，哈。好，我先把这一些东西全选起来，只留下我这一个。好，我拣选。好，我用 Shift 键点右键把它隐藏起来。好，好了，我现在开始在这里做哦。我先画一个圆。啊，
好，我先要跟它贴起哦，记住啊，先把它，对不起，来，我用上视图看，啊，现在在这里，啊，我们把它放大的时候，同学可以观察到，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圆，其实上它是用细小的直线把它凑成圆。远观的时候是一个圆，所以好，我们只要把这个中点这里画一下啊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对齐就用这个点来对齐会比较好对。好，我把它转成圆键。好，转成圆键了之后，同学你注意看了哈，我就可以用我的滑鼠对着这个啊，我去对齐它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对齐到了？啊，对齐到了之后，好，来，记住哦，你现在不能打散哦，要先把它往下移，哈、啊，你可以看看这边哦，好、啊，看数值，每一个人数值不一样哦，我就移一米里，哈、啊，好、啊，你就细小的调整一下，好了之后，来，我现在把它打散了，啊，分解，好、啊，让它那个。不是一个元件，我这里就可以擦掉。好，再来选择这个路径，啊，点两下，很快速的把整个路径都选取起来。好了之后，选择这个路径跟随，啊，再点这个切面 ，OK， 有没有？好了之后，我们这做好了之后，记住先把它转成元件，啊，我已经选取起来了。在它上面点右键，哟，怎么样？再啊，再点快点两下，啊，转成元件建立，好了 ，OK 了。我现在在编辑这里，可以把它取消全部，有没有？就回来了。回来了之后，我这里就可以怎样？啊。稍微把它往这边移，啊，啊，啊，这个这一条路径还在啊，你看要把它隐藏还是把它 delete？ 正常来讲，我都是把它隐藏起来了哈，编辑，啊，隐藏，不一定以后还会用得到，啊，所以这里是卡没有卡进去就很奇怪啊，所以你这里可不可以做成这样子？也可以啊，或是这里再做一个弯啊，哈，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先把这个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就把这个别墅的女儿墙做出来一点，啊，这个做出来一点，好了，再把这个元件复制过去，啊，一样。要有绿色的线，或是要有红、绿色或是蓝、红色的线哦，哈，所以每一个不大一样啊，哈，好，所以我这楼梯的把手就做好了，啊，好，再来哈，我比如我这里要做一个灯，我先做一个假的啦，哈，只是让同学大概知道这个要怎么做，啊。比如我这个是一个投射灯哈，我先一样把它转成元件，啊，好，我要对齐这边哦，所以我这边要从这里开始哦 ，Ctrl 键点一下过来，好了之后哈，除以我这里要做五段六段好了，除以六，哦，比如这就是投射灯哈，这是除法的做法，好，所以。同学，我们这一次就是做这样子，好，请同学多多练习哦。